总理公署针对有关李光耀先生逝世的虚假文告向警方报案，网上流传一张貌似总理公署的文告截图，指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已经逝世，据本台查证，并不属实。感谢您收看晚间新闻，也欢迎您下载八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的应用程序。八频道下段新闻呢是明天早上9点的晨光第一线，请您记得锁定。我是海杰，我是林启源，我们明天见。晚安。